我宣布一下哈。好，谢谢我们今天的行政单位跟各党团成员哈。那我们现在针对这个本院委员邱泰源等22人及委员李彦秀等18人拟具医疗法第82条条文修正草案的第二次协商，我们现在协商开始哈。陈一鸣委员有时间上要先表达嘛？好，那陈一鸣委员跟好。大家，我们这边需要。有麦克风，我们就站这边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在座位上比较方便。好，我们请陈一鸣委员先发言。主席，还有我们各委员，以及部长，还有在座的法务部的指导的官员哈。本席呢，针对这个82条之一的这边呢，有提出一个修正的动议了哈。那因为上次在协商的时候，也一直针对这个过失部分哈。那我一直在讲哈，其实。送到医院的病人其实已经都有受伤，或者不管是病理上的变化，或者是他有曾经有受到一些伤害，或者是因为意外造成，所以他到医院来之后，医师本于救治他，其实就是 不希望这个伤害扩大。所以今天如果要谈就是说过失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我们上一次也谈到很多情境的问题，不管是因为主观的因素，因为这个医疗院所在地，或者是客观的因素，就是这个病人的这个状况，好，还有医师的这个技术。可是呢，我想大部分的医师都是希望把这个病人治好，所以不希望这伤害扩大。所以在这边在谈过失的时候，其实在认定上好，如果都是要讲过失，就会让医师会有很多防御性的医疗会产生，我们不希望造成一个医病双输的状态，所以本席在这边提一个那个修正的动议了，在这边82条，我想已经有给那个部长一个参考，还有各位委员一个版本，就医师人员执行医疗业务以故意或违反必要之注意的义务，显然逾越临床专业裁量的范围，致病人死伤者为限，负刑事责任。那前项注意的义务之违反呢，这个临床专业的裁量的范围呢，应以该医疗领域当时当地之医疗水准、医疗的设备、设施、劳动条件、紧急迫切等客观情况为断。好，那以上就叫各位，好，谢谢。好，谢谢陈一鸣委员。廖国栋委员好。好，主席，各位委员，还有我们陈部长，各位行政官员，包括法务部的哈，我想今天突然会跑到我们卫环委员会来除了我自己本身是医生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修正案呢，我们已经奋斗了，我个人从17年前到立法院，就在卫生环保委员会奋斗了17年，快20年了，甚至更久哈，但是一直都没有。新的进度，这是我们非常遗憾的。那么这个20年当中发生了很多不应该被判刑的状况，甚至很多人在嘲笑中华民国的医生的判刑率是全球之不是第一名而已，而是人家很不能理解的哈。所以我今天也提了一个修正案，当然大家都文字上大概都差不多，但是我这里特别提到了。直接就医疗重大过失或者是违反严重的违反注意事项造成了必须要被判刑的时候，以5年的徒刑为限的哈。那大概的说明我也简单的讲一下，医疗本来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职业，那么医师人员呢又不能拒绝病人来了你非接不可，一定要做。那你一定要做，然后你又不保障他的风险，这个是不平衡的过去的条文了哈。所以我们在这里除了刚刚陈一鸣委员所提的，我个人非常支持，我的文也是这样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看了国际的立法哈，我们看国际的立法例，德国刑法对医师人员有重大过失才论刑事处分的概念。就是是重大过失才有处分的啊。那韩国的刑法第266条第二项特别强调对医师过失致伤之适用情形，同时在他们的268条针对重大过失致死的这个罪行呢，规范刑度为5年以下啊，5年以下。那日本刑法也有重大过失的概念了啊。
有重大这个过失致死或伤的时候呢，刑法等同业务过失致死，那是日本哈。但是我们必须要往前推进，不能老是停留在过去的那个思维。我强烈的建议我们今天呢，我个人提案了这个修正条文的内容，那么第一项第二项是一样的，那么多了一个第三项，这里可能文字还是有点因为刚刚才列出来有一点误啊。前项所称过失啊，不是重大过失，因为前面是没有重大过失啊，只有过失，系指严重违反注意义务且偏离医疗常规之行为啊。那么第四项再增加它的刑度，医事人员执行业务因重大过失致病人死伤者，处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并科50万元以下的罚金啊。以上做这样的一个说明。好，谢谢廖国栋委员。今天我们有各党团的这个同事过来，好，我们手上有陈怡明委员的修正的版本，然后今天廖国栋委员的版本，那时代力量这边要不要说明一下？好，麦克风在桌上。主席、部长以及各位委员大家好、今天时代力量有提出一个修正动议、但是、在进到修正动议的文字里之前、我想我必须要讲一下时代力量现在的一个修正动议的一些想法跟一个理念的部分、那刚刚前面委员所说的、其实我们希望、这次的修法是真的可以为一些年轻医师、以及我们这个医师人员能够解除他们在执行业务上面的一些困扰、以及、我想这个部长的一个用心我们都可以肯认、那大家的方向也都一致，我们希望能够解决现在我们面临到最大的一些问题哦，不过在时代力量这一次所提出来的一个版本里面哦，其实我们的理念是针对这个医疗责任的明确化，以及说现在医疗责任跟医疗风险它怎么样去做一个比较合理的分配。那在法条的文字上面呢，我们没有去挑战现在的刑法体系哦，因为其实最近的讨论，我想医界跟法界会有一些冲突跟矛盾存在啦哦，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说这一次的修法能够成功，所以我们还是先暂时不去挑战现在刑法体系哦，所以我们没有采取所谓的过失行为除罪化的这样的一个立法，因为现在的医疗行为其实也非常的多元，也非常的复杂哦。如果说我们把所有的过失的这样的责任都排除哦，其实对现在的法律制度的冲击其实是非常大的，而且也恐怕民众会难以接受哦。那现在的一个立法哦，这次的一个立法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我觉得外界其实把这一次的一个立法太过于简化了哦，简化成说是医疗过失除罪化这样子那么简单的一句话哦，那其实这样的一个问题哦，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在卫福部当时候提出修法的时候跟外界的沟通是有一些不足的哦，所以现在引发法界跟医界的一些关系的一个紧张哦。但是我认为说这次的修法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来通过哦，因为我想这是累积很久的一个能量才能够走到今天哦，来做这样的修法。如果我们因为这样的一些误解而错过，就是非常可惜的哦。那下一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做讨论。所以呢，我们参酌了各个版本之后，我们提出比较折中哦，那一个比较务实的一个版本，希望说能够争取最多人的一个支持哦。那我们在我们的版本里面，其实我想重点应该大家都是放在第三项的部分，然后那第三项的部分，其实我们里面就是加入了医疗常规跟逾越这个临床专业裁量的一个范围的部分哦。在刑事责任部分，我们还是采行现在刑法体系的故事跟故意跟过失的一个概念哦。那现在其实实务上用来判断医疗行为是不是有过失的这个医疗常规和这个临床的专业判断，我们把它入法哦，把这一些我们常用的东西把它放到这个法条里面来。那过去其实最高法院跟高等法院的见解，所谓的医疗常规就是医疗成员之平均通常具备之技术，也就是临床上一般医学水准者共同遵循的医疗方式哦，这个是这个医疗常规的部分。而临床的一个
部分哦，因为现在的医疗行为它虽然就是以科学为基础哦，可是它本身还是有一些不可预测性、专业性跟错综性这样的特点哦，所以在医疗的过程当中，它病患的一些个人的一些状况其实条件本来就 不一定，而且它在处理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快速跟有一些急剧的变化哦，所以当然在什么时候选择什么样对病患最有利的治疗方式，这本来就是临床的一个专业医师的裁量跟范畴，这个在法院的实务上面其实早就已经都有承认医师的临床的专业裁量权，那这部分我们也是把它明文化、哦、把这些东西都放进来，所以这次的修正动议有在第三项这里面，其实我们的这个层次上的一个定义应该是这样子啦、哦、过失的责任的判断、哦、除了必要的一个注意的义务之外，原则上如果没有明显的偏离医疗的常规，我们就不应该课予医事人员过失的责任、哦、那即使他有不符合医疗常规的情况下，也要尊重医事人员他的临床专业的一个裁量权、哦、因为现在的一个医疗现况其实是非常复杂而且很急迫的、哦、那医疗的常规他也未必能够去应付每一个例外的状况、哦、那所以我们在第三项的部分，我们就是加入了这个医疗常规跟临床专业裁量的这个明文的部分、哦、那当然第四项哦，刚刚其他委员也有提出来了哦，就是前项的注意义务的违反哦，以及临床专业裁量范围应该以这个医疗领域当时的当地的一个医疗水准啊、医疗设施、劳动环境跟紧急程度等啊、那这部分当然不只包括我们讲的这几种，那其实它基本的一个理念就是说，法律不能强人所难、啊哦、那我们不能让医事人员去承担超过客观环境所能支撑的一个责任、哦、所以这次时代力量的一个修正的部分大概是以上的这个范围，谢谢。好，谢谢洪慈庸委员。这个好，刘世芳委员有要表达。谢谢主席哦。那个刚刚几位委员都特别提到医疗法82条嘛，今天也是这个重点哈。那当然这是以前有医疗纠纷处理一路延伸过来的部分哈。那我听起来好像在医疗人员的部分呢，大部分的委员的意见并没有太相左哈。那但是呢，可能会比较多的部分，我是想请教法务部的同仁啦哈。像刚刚时代力量哈洪慈庸委员提到所谓的医疗常规这几个字哈，或者是我们有讲到这个临床专业裁量啊，致生损害于病人者啊，这些在法务部的认定里面到底是可执行还是可不执行的部分，其实才是我们关心的了哈。其实我们都希望追求说，在一定程度的医疗水准的时候能够创造医病双赢哈，也不是说单独就是以医师的所提出的这样为准。那最后法务部在进行这样的，因为这个是对医师的某一些程度的惩罚哈，甚至有些是属于民事以外的刑事。好，那所以这个部分已经跨越了原来的医师的这个执行的范围内，一定的风险大家都知道哈。那所以是不是法务部的人可以就刚刚所提到的这几个名称上面呢，你们的定义包括什么重大过失或者是过失等等，这些在医疗法的明定跟在一般我们刑法里面的定定范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会过深或是过浅或是过重的部分呢，可能提出说明好吗？我希望有横平的处理，谢谢。好，非常感谢委员的垂询哈。那有关于那个医疗常规或者是临床的专业的一个医疗裁量啊，那基本上啊，这是属于卫福部的一个哈的一个鉴定的一个权责。但是在我们最高法院哈，我们有看到实务上哈，因为已经累积了很长的一段那个时间哈，医疗常规是比较多是使用的，最高法院的判决大部分都使用医疗常规，但是我们也看到最高法院也有医疗裁量这些的一个判决在里面，所以这次我们法务部呢提出了一个版本哈，我们是根据卫务部给我们这个这一些的相关的以往的一个资讯的一些的我们的个理解哈，医疗常规的范围是比较大。那医疗的裁量是比较小，那医疗的常规是可以涵涉到医疗的裁量，但是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会去误会啦，就是医疗的裁量那有一些可能临时紧急的一个状况啦，那是不是说这不能不符，是不是说已经很符合，就是说我现在是车祸，
那车祸的话，如果是要去到那个电脑断层扫描，他可能就错失了第一个时间的一个黄金救人的一个时间，他的 SOP 恐怕就没有办法完全一步一步的去做。那在专业的一个临床的材料，他紧急的啊、哦，我认为这样可能是最好的一个处置，它变成一个专业的一个医疗材料。那基本上应该是含涉在医疗的常规里面，只是有一些人可能不了解，所以这次我们有提出的一些相关的一个版本里面哈，我们是要把这些都哈一并哈都含涉在里面，跟委员报告。等一下，那个法务部说，你们说医疗常规跟医疗材料，这是卫福部给你们的。好，请卫福部。因为卫福部拿出来的资料里面没有这两个词啊，我请卫福部说明一下，卫福部你们是怎么跟法务部说有，这个医疗常，你们在卫福部的认定，刚刚法务部帮你们解释说，他们认为医疗材料比医疗常规还要狭窄，卫福部你们是这样认定的吗？卫福部说一下吧，没关系，部长你们就坐着，麦克风在你们前面。法务部替您解释啦，啊，您是不是认同您的解释啦？那个法务部刚才讲的意思，只是说是，好、哦，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我们卫福部，如果有这个名词的话，未来这个范围是我们在决定的。他刚才是这样讲的意思。那至于说，那用这两名，是因为最高法院以前同时在裁判的判决上面都有这两个名词在。好，那至于那个裁量权跟常规，是从法律的见解，他认为说常规是比裁量权大。好，但不是我们特别给他这样的文字。我是想请卫福部说明说，刚刚法务部自己可以说，他们觉得常规比医疗常规比医疗材料的范围大，这是法务部说的。那卫福部站在你们的专业立场，医疗常规跟医疗材料是法务部这个解释吗？如果理解没有错的话，这两个其实是差不多的。好，因为医疗常规就是说，遇到某一样的医疗的状况的时候，那在医学上面可以做的事情，那可能是有一种有一二三有三种方式可以来做。那这超出三之外的第四种，那就自己发明了，那就叫做违反医疗常规。那至于一二三选择哪一个来做，那个就是医疗材料。好，如果说理解没有错，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两个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异，都是过去法院或者是检察机关在认定过失的标准。也就是说，不管用医疗材料还是医疗常规，就回到过去的，也就是现在在做的事情啦，都没有变啦，就是这样。就是这两个名词不是你们卫福部在这个医疗法82条修法里面的要求嘛，是法务部自己法务部这边认为要加进去的嘛。我再请问了，刚刚薛次有讲说这个可能某一种治疗有一二三三种治疗，那第四种就不是。那在卫福部，因为部长跟薛次都是医疗专业背景嘛，齁，也就是说在目前临床治疗里面，某一些非常罕见的疾病，当他没有一个像我们刚刚讲说，可能90%都是一二三那种治疗，10%可能是 case report 或者是少量的个案，可是曾经在医学期刊里面已经有报告过，因为有些他是我们在救人的时候，有些时候会有一些特例。当他出现这种特例的状况的时候，他算不算医疗常规？好，跟委员报告，应该是刚刚我是承这个薛次他的这个说明，其实是这样，医疗常规简单的来讲，它是属于比较普遍性，那么临床材料就会涉及到 case by case， 好，按个案来看，好，所以我们过去对于医疗常规跟虽然没有特别去 highlight 说我们在做鉴定的时候没有特别去指出什么叫临床材料，可是我们在医疗常规那么有没有违反的时候，通常有考量的是几个。第一个呢，当然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是符合这个一般当时候的这个医疗水准，那么一般好所承认的医疗行为，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业经实践过的，好，所以如果是人体试验，那个就不叫医疗常规，那个叫人体试验。好，所以业经实践过，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在伦理上符合伦理规范。伦理规范就是刚刚委员提到的，有一些呢我们有所谓的恩慈，好，就说这个就是罕见的，或者是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啊，但是有一些很有限证据的，
还不是普遍实践的医疗行为，它还是会因为伦理的考量上给病人使用，那个也在常规的范围里头。所以我们的常规其实是有不同的考量，那但是 case by case 的时候就会涉及到临床专业裁量，就这么多的考量，可是这个个案的情况必须被独特的这个判断，所以 它其实没有违背了，两个没有违背。好，所以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这个在检察官这边，因为这边牵涉到的是什么状况要以刑事的方式去起诉？那刚刚提到的医疗常规、恩慈疗、恩慈治疗，或者是少数的在科学期刊上面、在医疗期刊上面已经有报告过的治疗方式，在检察官起诉的时候，你们要如何决定它属于你们这边所说的医疗常规或符合合理的专业医疗裁量来决定你们怎么起诉？这边可以说明一下吗？跟那赵伟那个特别说明哈，有关于医疗常规或那个临床的一个裁量啊，基本上哈，我们检察官要提起公诉，都一定会送医疗的一个鉴定。那这部分呢，目前哈，我们实务上啊，鉴定出来的一个结果哈，到都会以是不是违反医疗常规为它的一个鉴定的一个标准，包括临床裁量，其实啊也在那整个在鉴定的时候都会把它考量在里面，跟那委员的那个补充报告。所以我请问一下，就是说因为你们要决定起诉，这个是检察官这边的权责嘛，那也就是说你们要尽你们的能力去证明这个个案，这个被起诉的，这个可能应该要起诉的医师，他有所谓的偏离医疗常规跟逾越合理专业临床考量嘛，那你们要如何确定你们的求证这个部分是达到应该有的求证，来就是说你们如何确定你们的这个起诉的过程，你们穷极了你们的能力去证明他没有逾越，他逾越了合理医疗裁量。再跟那个赵伟补充那个再说明啊，那因为这是很牵涉到整个的医疗上的一个行为哈，检察官毕竟他只是法律的专业，不是医疗的一个专业。那当然，检察官在调查任何的一个案件，他一定会尽各种的方法对被告有利或不利的任何的一个事证，只要有提出来，都会去一一的去调查。但最后到底是不是他有那个偏离医疗常规，或者是有逾越临床的一个裁量，我想这一部分的检察官都会把相关的卷证资料送给一审会去做鉴定。那这份依据那个一审会的一个鉴定的结果，如果是认定是有过失的话，这份才会提起公诉。我这样问是因为担心你们如何能够求证，能够达到你们应有的求证的能力啦，因为等于是说你们要去做这个判断，你们还要能够确定一审会告诉你们的是否逾越的部分，你们要变成你们要求证呢、啊？我想这部分呢，各种的专业都是互相的去尊重哈。那这部分医疗的确，我们是把所有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证据资料去收集。那最后他到底是不是有符合医疗常规，恐怕还是要有我们的一审会哈的一些所有的专家那个去的来担任鉴定。好，这个两位那个陈其迈委员先对不对？好，陈其迈委员。那个从因为法律上还是要看它字面上的意思嘛，还有过去的一些那个判例来看嘛，那从最高法院的判例这样看下来，那个解释我是从临床的角度来看是比较难以理解的。我举一个例子啦，比如说我在三地乡的医院然后接生，那产妇大出血，那照医疗的常规他在教医学中心或者是其他，他可能有不同的一个处置的一个他的常规的一些做法嘛，一二三四五这样一直下来嘛。那在三地乡原乡的部落，那我要判断说我可能是要跳过一二三嘛，我就直接用这个第四线的这个处置那来挽救病人那所以我做了可能比较侵袭性的一些检查嘛。那就也许啦，这些侵袭性这些检查到最后可能会被有可能，比如说我把子宫切除，
那这个有可能会被认为说当时的处置是太过于激进或者是怎么样、哦、但是他似乎是比较符合这个刚刚洪慈庸委员在讲的、哦、假如这个专业的考量他有在斟酌一些医疗水准、医疗设施、劳动环境、紧急程度等等这个部分，那这个专业的一个裁量似乎跟我们所谓的医疗常规是范围不太一致啦、哦、那所以这个部分似乎是在做解释，即便说立法通过，刚刚我们保护部的解释说这个专业裁量是涵盖在医疗常规，这个恐怕并不会规、定的那么的清楚、哦、会在法律上适用会有一些疑虑的、哦、所以洪慈庸委员的版本似乎看起来 我的看法啦、哦，这个还要大家的宝贵的意见再多做考量、哦、似乎他是比较能够把什么叫专业裁量他的一个条件讲得比较清楚、哦、然后医疗的常规那大概就是我们一般在这个作为疾病的治疗这个通案性的一些规定、哦、这个大概他还是有不同的条件跟差别、哦、所以用范围来涵盖我觉得恐怕怪怪的啦，好、哦。跟委员再补充那个说明哈，有关于这部分呢、啊，我们法务部说你的版本其实也是综合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原则上的医疗常规，刚刚我也要举出一个例子，例如说在车祸，那如果是你去在照那个电脑断层扫描，按照他的 SOP 是这样，但是你照完了，可能他就失去他救人的黄金的时间。那刚刚那陈委员提的也是有点类似哈，就紧急的一个状况，你的临床的一个裁量这部分，如果是我们认为有合理的临床的一个裁量的一个叫没有偏离的话哈，这部分我们认为哈，这部分就不能认为他是有过失哈。那至于说当地哈，他的一个每一个地方的一个医疗的水准、医疗的设施，或者是有没有紧急迫切的一个情形啊，这部分我们法务部的版本呢，其实我们也有那个综合在最高法院相关的一个判决，我们也把它文字化提到里面去了。跟委员补充报告。好，邱太原委员。好，我想我们今天会修这个法，就是要救病人嘛。救病人是不分时地都可能发生，不可能每个人都在台大旁边发生状况嘛，也不可能都在里面发生状况。我们要考虑到全国的状况，各种状况。各位要知道，我们台湾每一天医病两个在互动，这样的人次有100万人次。好、哦，你呢？刚大家拢，我举个例子好了，你单单一个膝关节在痛，好、哦，咱60几岁膝关节在痛，你呢 S， 你呢临床常规，就是啊，无安尼啦，翕 X 光翕一个，玻尿酸组一个，无多换关节，可是中间可能他会建议你，有的医师就会去建议你做复健。吼、哦，啊，这大家 SOP 拢临床常规拢无啥敢换，啊，大家拢有他的自己的专业的素养，但是全部都是希望把病人照顾好，吼、哦，所以这状况你若用临床常规，那我拢若干那喊这里，医疗常规吼、哦，大概也不适用于我们目前各种状况。他都要听起来，他都要次长第一次回答的时候就回答得很好。第二个，我们的科技在进步，如果你用医疗常规在那边，大家都照安尼做好啊。咱就是要救命啊！咱来当增加1%、2%、10% 的救命救好的机会，我们会努力去做啊！你不要限制医师的智慧跟医疗团队的努力。好、哦，所以我觉得说，你要把这两个包括在这边 OK， 但是专业医疗专业裁量这个部分，我认为它应该是稍微更大。好，然后那个应该是要考量在条文里面要考量里面进去。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修法非常进步的，包括科技的进步，包括让救命的机会更多的一个很重要的应该要入法的一个原因。谢谢。好，谢谢吴玉琴委员跟这个刘建国委员。好，谢谢。好，主席，我想。因为今天医疗法82条是第二次协商哈，那上一次在协商的时候啊，我还是要重申一下，我个人是不支持只有把故意负刑者哈过失把它拿掉这件事，是我
反对的啦哈，所以要厘清哈，好像一些业界朋友都说，哎，我反对这个八十二条修法，我想我要在这边做这样的一个厘清啊。那只是说过失到底重大这个概念在刑法没有啊，所以怎么样去在所谓的这个过失到底怎么去定义？我今天看到法务部还有各个党团哦，都有提出他们的修正动议，都没有把过失拿掉，这一点我是表示支持的啊，因为从病人端来讲哦，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医师会故意要把故意把病人医死或受伤，这个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唯一可能的大概就是过失的情况，所有的医疗的争议大概都在过失哈。所以如果把这个所谓的过失删除哈，等于是剥夺我们病人的一个诉讼权啊，那可能也逼着民众可能要朝着民事诉讼那边去哦，那我觉得这也是剥夺我们宪法对民众的一个诉讼的权利哦，所以这部分我们还是来注意一下哦。那在这一次修法里面，其实我知道业界非常的关切，而且我想现在的环境似乎也大家都一直体谅到医界在目前在这个医疗的关系里面哈，或是所谓的医病关系里面的一个紧张哈，所以大家都觉得是应该要做一些调整。好，但是我还是要再提醒哦，从病人端的一个角色哦，我们医疗的知识落差，好，病人真的是一个弱者。好，医界好，医界是强者啊，我必须这样来做一个这个认定啊啊。那另外在这一次的我当然也看到很多的我们的医界都提到他们遇到纠纷的委屈，但是病人端的委屈呢？好，我们没有在这一次的讨论里面，很少人去表达病人端碰到的问题是什么哈，因为在现在环境，好像我们都不需要去讨论吗？哈，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在我们立法的过程中。那个整个立法的平衡性怎么样兼顾，特别是我们真的弱势的，那大家不要一直只有提极端的病人的案例啊，我想极端都是很特殊的例子啊，所以我还是再一次提醒大家能够用一个平衡的尤其在立法上面的平衡性，怎么样让我们平衡性达到，而且是对弱势的保障啊，是要有一些的温度啊，我想这部分特别提醒。那再来就是在配套措施，我想这上次也都一直在跟卫福部沟通啊，就是医疗的争议处理法啊，大家正在草拟，我也希望能够尽速的能够送到立法院来审议。当然补偿条例一直都没有共识，所以也一直没有办法来讨论啊。那这个部分其实如果有补偿条例的话，其实诉讼的减少应该是有帮助的。但是因为这个部分没有共识，所以我们现在也不去处理啊。但我想，为什么上次我可能态度上稍微强势了一点啊？是因为我觉得看到我们的卫福部主管机关提出的议案哦、啊。太过偏了哈，那个整个倾斜的情况让人担忧哈。那我比较支持的，应该现在这法务部啊，或是我们甲案都来讨论一下啊，卫务部的甲案啊，都可以来讨论过失到底怎么认定，怎么样把这个过失来做一个认定啊。那我想在我也引用一下那个王子荣云林地方法院的法官啊，他也特别提到说，其实在临床上面啊，在临床的那个裁量权啊，其实在105年最高法院也表示了哈，因人事实地物之不同啊，医疗常规并非一成不变，在医学中心、区域医院、地区医院，还有一般的诊所，因设备等之差异，在每一个时期因医疗之进步程度啊，还有医疗的常规乃具浮动性啊，所以这个司法其实给医界有一些。他的善意的了解啊，我想这部分我要强调的是说，这个是司法院也许待会也可以补充哈。我觉得这就是一直在进步中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大家一起来体谅这个医疗如果在所谓常规哈，医疗的常规以及所谓的临床专业裁量哈，这部分我想是就医界最清楚，所以医审会非常的重要啊。那还有这个时候你们说的 SOP 啊，那这些都是你。医界的一个常规和医疗的裁量，这部分我们尊重，尤其有专业的团体来做协助、哦、所以我想我再一次澄清，也再一次的厘清、哦、我个人没有反对要去 做一些修订，但是不能把过失这个部分去完全去除、哦、因为过失去行责的话，我们病人不晓得要怎么办、哦、所以这一块应该也要站在弱势者这边来病人端、哦、来思考问题。我也希望大家能够
一起来量衡量性或是平衡性来思考问题。我知道我常常被已经这阵子被医界骂得要命，但是我还是坚持还是要跟帮忙病人端说话，因为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我们不能只有考量解决一方的问题而让另外一方我们病人端的问题没有获得疏解，反而会造成更多问题。那至于都跟法界，我想医界跟法界现最近都有一些辩论，那这部分我就因为那是法界的一个这个专业，我就不多辩述。但是我觉得从病人端我们还是一起来看这个法案怎么审理。那我对于法务部的条文我是比较支持的。刚刚几位各党团其实提出来也都是过失也入法，那我觉得这部分看文字怎么来修订，我这边也可以我没有太大的坚持。好，以上说明。好，谢谢。请陈部长先说明一下。好，没有，对，我刚刚对那个也很抱歉。好，这我原因就是说卫福部的版本太偏了，这句话我是不多接受了哈。我们的版本是单纯，但单纯并不表示说我们这东西就是错误，因为我们看着这种修了快20年法修不了。你今天认为说我们那样的单纯对病人带来伤害，那样的单纯对病人带来是好的。现在20年来，我们的防御性的医疗，我们的鉴定没有办法好好的做，我们补偿没有办法及时，除错没有办法建立，都是拜这过失有形，放在这个地方，让后面几件重要的事情没办法做。如果今天能够解决得了，20年来早就都解决掉了，因为是解不掉，所以我们才会用一个单纯化的法条，希望着让后续的事情能够做好。当然这个法条最后的决定一定是在大院。好，但是对于说我们这样说简单化变成是我们是偏，这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简单化是为了要能够让后续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而来做的努力。好，司法院。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那司法院代表第一次发言。刚才有先进提到说今天是一个依法之间的对抗，但其实不然，因为我们司法体系也是很希望说医疗法能够获得一个妥适的处理啊，在这个目的上面是一致的。那因为从上次到今天的各版本有一些那个共同点，所以我在这边就表示司法院的意见。那首先从上次跟今天的廖委员的版本都有重大过失的概念，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刑法体系其实是并没有重大过失的概念，所以在实务适用上恐怕会产生一些疑义。那我国的刑法体系向来在这个生命跟身体法益除了处罚故意之外呢都有处罚过失行为，所以基于一个平等原则实在不应该就这个医疗体系来独设一个例外。所以说这个医疗法82条不应该只修正为是处罚重大过失啦，而对一般过失行为免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是上次到今天的这个版本呢，是有说是处罚这个故意及违反注意义务这样的一个版本，是有几个版本是这样的一个规定。但是我们知道说刑法第12条规定说呢，行为非出于故意或过失不罚，过失行为的处罚也有特别规定者为限啊。那所以说呢，而且第14条也规定说呢，行为人虽非过失，但按其情形应注意并能注意而不注意者为过失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违反注意义务它应该是一个过失责任的成立要件啊。而且呢，必须先有处罚过失犯，才有说是不是讨论违反注意义务而成立这个过失犯这样的问题啊。所以在我国的刑法体系中呢，从来没有如同这个修正条文的版本不载明过失而直接规定违反注意义务这样的一个体例啊。所以说仍然应该说明定这个过失犯的这个刑事责任，再来规范说呢这个违反注意义务而成立这个过失犯的一些细部的判准啊，这样的一个顺序比较较为妥适啊。所以还是建请说就这个部分再为斟酌啊。另外第三点呢，是从上次到今天的各版本啊，还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疑义啊，就是说呢可能都是规定说呢致病人死伤的一个结果为限啊来负刑事责任。但是我们知道故意杀人的预备犯跟未遂犯，还有故意重伤的未遂犯啊，这个都虽然没有产生死伤的结果呢，但是我们的刑法还是有处罚这个预备犯跟未遂犯的规定啊。
所以说建议这个修正这些建议修正条文的版本呢，好，如果规定说致病人死伤者为限，或者是病人损害者为限，好，负刑事责任，这个好像就没有处罚到这个预备犯跟未遂犯这样的一个部分啊，而与刑法的这个规范体系好像是没有相符啊，所以就这个部分也请再为斟酌啊。那第四点呢，是刚才因为有委员跟先进提到有一些概念上面的一些明确性的问题哦，那这边在会前哈，我稍微查阅了一下哈，那个在我国的这个各级法院的这实务见解里面呢，有提到说这医疗常规啊，有裁量，还有医疗水准啊，医疗设备，还有一些紧急哈，这些名词是有在判决里面有出现过的哈。那这样的一个这个判决的这个用语的这个情况呢，也提供给各位委员跟各位先进做个参考。那以上司法院的意见，好，谢谢各位。好，谢谢。等一下有几位委员要发言，不过我先让我讲一下我针对司法院所说的，因为今天司法院有给我们修正意见第三点哦，所以司法院你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医疗法里面规定不能见死不救的医生，叫做故意杀人之预备犯与未遂犯。我真是对不起你们，我们当医生啊，这个、你们用这种名词来对这些医疗法里面规定不可以见死不救的医疗人员，你说他们叫做故意杀人之预备犯与未遂犯。那个司法院你们就是这样看待台湾的医疗人员？这边跟委员做个澄清哈，现在只是就这个法条的客观文字来做个说明啊。那你们这个法条，你们这个说明嘛，所以你的意思，你刚刚特别还把这段念出来嘛，所以你的意思再这样来讲起来，请我们再次斟酌，就是你说的，即使是故意杀人之预备犯与未备犯，你都还没有伤到结果的时候，刑法都可以这样这样什么什么。所以如果说照现在你这边写法是，如果照现在这个修法，四无处罚各该预备犯及未遂犯，也就是你们认为我们的这样的修法回应医疗界。面对着医师因为滥诉，因为担心滥诉的结果要面对各式各样的这一些医疗纠纷而收手不敢治疗病人的这个现象，你认为这些人，你认为应该是说回过头来，你认为还愿意在这个时候治疗或照顾急重难症病人的医师叫做故意杀人之预备犯与未遂犯？谢谢你，委员做个说明哦。我们请刘建国委员要发，那个刘建国委员发言，对不对？然后后面还有这个好，还有那个李彦秀委员跟陈曼丽委员，好，谢谢。好，谢谢赵委了，还是要特别再提醒一下，如果听到司法院刚才这样的报告，那显然的卫生部真的是相对单纯的，好，所以请委员也就不要想太多了，好不好？好，应该是这样了哈，医疗有一定的 SOP， 那至于所谓的医疗常规，临床的专业判断，那谁大谁小，这个就我的这在审查委员会的过程里面，还有这个第一次这协商，我其实听起来大致上哈，都有不一样的一个看待了哈，跟看法哈。那我觉得这个也应该不是一个重点。那我期待一个重点，就像赵委比较辛苦的，就是说希望法务部和司法院可以提出一个版本，这个法律的修正，正如刚才廖委员还有比较资深的委员都已经特别提过，有的已经在这个地方待了一二十年，哦，只有一个条文我们可以处理了这么久，所以我觉得立法也有一个 SOP 的，哦，只要不要逾越立法的常规啊，不要逾越这个审法的专业。基本上，我要特别再强调一点哈，我的逻辑是这个样子的，因为这十几年不加固啊嘛哈，而且在做嘛做些医界的先进哈，阿嘛法界的好朋友对吼，所以应该这个法律案要可以在这个条文里面，不管争议一项、两项、三项，基本上它要很单纯的，真的是很单纯的方向去走。然后最少要一加一，它才可以大于一的。比如这个三个关系的存在，医界、法界最起码要有初步的共识。如果这两个都没有共识，那这个法律在修正过程里面，我们还是会
还是会从种不同角度里面，去很难再继续讨论下去哈。那刚才其实试一下，钟委员就已经有特别问的意思是所谓的那个叫做什么，未遂犯哈。我已经也希望这个事情是不是能够试一下先了解一下，如果今天在这个82条里面又要把这个框进去，那又会退到就刚才这个司法院的出席的长官所讲的那一段话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会觉得好，那我是特别再提出就是说一加一大于一的逻辑了哈。这个地方过程里面，法律一定基本上还是广泛的讨论会比较好，所以是邱委员跟李委员嘛，对不对？有提这个正式的提案，后来邱委员也有在提修正动议，那招委也有一个修正动议，我有一个修正动议哈。那后来我的修正动议里面，我再修正动议了哈。我是简单讲一下，因为这还没有到二读以前，大家都还有讨论的空间哈。我只是再次的强调说，我们在这个修法过程里面，可以注意到的事情，我们都会注意哈。所以我在第二项里面就是说，因医疗机构或其医事人员因其执行业务自身损害于病人，以故意或违反医疗上必要之注意义务且偏离医疗常规预约临床专业裁量，这个两个都已经放进来了，基本上应该就没有大家争议的说医疗常规比较大，还是这个临床裁量比较小哈。这其实在最早的审查会的时候是，那个司法院是有回答吴玉琴委员的答复的，就法院的判决是依据什么？他还是说医疗常规大过于这个临床的专业哈的裁量。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两个都放进去，所致的医疗事故者负这个损害赔偿责任，那相对的在第三项里面，医事人员。我的第一项里面是还有包含医疗机构，这个我之前有跟部长特别提醒到吼，因为大的医疗机构跟这个医生在执行这个相关业务的过程里面，它绝对有一定的程度的这种关系存在吼，所以会把医疗机构再放进去吼。那第三项里面就是医师人员执行业务致病人死伤者，就刚才这个司法官所讲的了吼。以故意或严重违反医疗上必要之注意义务且偏离明显吼，特别要强调明显吼，偏离医疗常规吼，然后又加了逾越临床专业裁量所致医疗事故者违宪，负刑事责任吼，这是第二项吼。那第三项，那所以前两项我们在第三项再增加前两项注意的义务之违反，应依该当地的医疗领域、当时的当地的医疗水准、医疗设施、劳动条件、紧急迫切等客观情况为断，这个就是陈义明委员的一个修正版本哈。我有看到，他的东西里面有特别把这个再框进去，还有包含应该是时代力量都把它框进去了哈。最后我们再增列一个哈，就是说在第四项，这刚才是应该是法务部的特别答复的部分的哈。就检察官要去做这样的提起公诉，基本上他还是要尊重医疗上的一个专业，所以尊重医审会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不是以那个结果为最终的结果，但是最主要他还是以那个遵守依据做提起公诉的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嘛，对不对齁。所以检察机关于进行第三项之诉讼程序前，应先取得医事鉴定报告，但能应就其提到必要之事实调查，不得将其作为认定过失之唯一依据。好，如果大家探讨的部分，阮而且可能尽量甲坑话啦，尽量甲坑话。但是我是还阁无多加，这个立法的先进吼，蒋委员都要所讲的迄个什么，迄个什么预谋啊，还是什么未遂啦吼，好，实在无多嘿，哦，这点无爱互伊去讲啊吼。啊，我是讲已经把一个单纯的82条的一个条文，已经变得这么多项。然后可以把大家应注意到的，我们立法应注意到的事情，通通把它换进来的哈。那我想，也真的期待法务部跟司法院，就如果针对这个条文，可以接受了，好不好？啊，如果不能接受，就再做讨论了。嘿，好，谢谢。好，谢谢。李彦秀委员。这一次医疗法第82条的修正哦，大概是朝野
各党派这么多年来最有共识的一次，大方向大家都支持刑责的合理化，包括刚才吴怡晴委员所讲的，其实这就是上个会期我们医疗法第82条我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没有过，但是我们希望让卫福部去把后续相关的配套措施补足，我相信这就是吴怡晴委员所关注的，如何让医病之间关系，包括病人他应该知道的相关的一些资讯，在做医疗行为之前他能充分的掌握，然后这个修法通过之后我们如何去保障病人相关的权益，这就是刚才吴怡晴委员所关注，这也是 我想再一次提醒。那因为82条我个人有修正的版本哦，那但是我今天有特别看到法务部的版本，我还是有几个问题，我觉得在文字上我还是有一点点疑义哦，包括他在第二点里面写到说所谓的医疗常规哦，但是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医疗常规其实在医界过去有很多不同的讨论，它只能作为医事人员选择治疗方式的基础哦，那因为每一个guideline其实每一个病人的病况体质都不一样，虽然或许生的是同一种病，但是因为体质跟年龄的不同哦，我们不可能用guideline 每一个 guideline 的 SOP 的标准很清楚的去做哦，那如果都要用 guideline 的话，未来是不是要求医师人员用医书看病？所以我觉得用医疗常规这几个字，可能我觉得 我个人是有一点疑问了。那另外第二点当中，前面也提到说应该要注意的义务。所谓应该要注意的义务，包括违反必要之应注意义务，其实跟专业裁量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或许把它放到专业裁量，后续的专业裁量就足够，因为以医师人员再去处理那个再去处理医疗行为的过程当中，其实专业的裁量跟应注意的义务其实文字上是雷同的。那这是我对于这一次法务部的修正的版本，我提出一些我的修正的意见。那另外因为我已经有一个修正的版本，我有个82条的修正案在里头，那针对于法务部这两个条文出来，我还是有在写几个修正的文字上，是文字上的调和哦。我稍微念一下，我待会把文字交给主席哦。82条里面，医师人员执行业务所深知刑事责任，以故意或逾越临床裁量必要范围而过失致死者、伤者为限。医师人员之医疗义务，应依其情节，以执行业务时之具体人力、设备、专长、急迫性等客观条件而具有客观可履行者为限，也就是说他可能必须要依他具体的设备专长跟具体不同人力，因为教学医院跟地区医院他们一般其实他们相关的设备跟人力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必须要去审视他不同的客观的因素。所以我刚才讲的是说他们用医疗常规这几个字眼其实很难去判定，因为每个大型教学医院跟地区医院每个医院一般的诊所其实他们可以去做的其实没有办法有一个一致完全一致的一个标准了。以上是我对于82条后续我再提出一个我的修正动议，谢谢。好，谢谢。再麻烦李彦秀委员，还有刚刚这个刘建国委员，那个文字有修正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哈？那我们再请医师人员印给大家哈。好，陈曼丽委员，新崇委员，你要赶时间吗？你要赶时间吗？那不然我就好好。我不知道 SOP， 所以我这是未遂还是预谋？对不起啦，谢谢张伟，也谢谢各位同事的体谅哈。我本来是不打算发言哦，只是来学习哦。不过刚刚听了司法院的发言哦，真的觉得不吐不快哦。就是说，司法院的发言呢，其实更告诉我们，他们对于这个医疗的专业跟实际上第一线在医疗院所跟病患医病之间的关系的现况，他们真的是不太了解哦。那不了解情况之下，当然就会有很多诉讼上面一个争议的问题哦。所以这第一点哦，我是觉得司法院可能要好好的再去关心，甚至学习这个所谓医疗专业知识跟现在实际第一线医疗院所的医病关系的一个现况的一个在学习成长了哈，在认知了哈，这第一个哦。那第二个哦，其实大家都知道哈，在医疗专业上，确实病患是如吴怡晴委员所讲的，属于比较弱势哦。
那但是呢，在司法面前，其实大家都一样。那到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医疗纠纷争议，却往往演变到医师变成是弱势。这样子矛盾的现象确实存在在现在的台湾社会，所以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认为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医疗法的82条这一条再修正，所谓的行者的合理化的修正。所以呢，我也是支持说，在保障当然保障病患的权益之下哦，毕竟他们有损害，那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管道，包括司法的途径去争取他们属于他们的身体的公道跟对他们健康损害的赔偿哦。在保障他们的权益之下，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也希望对于医生的这样子合理的一个行者的应该叫什么行者合理化哦，这样子的修法来减少诉讼，然后也能够进一步的改善这个滥诉的一个现阶段的现象哦。那最重要其实我觉得在医疗纠纷跟医疗争议里面哦，可能邀请卫福部这边跟相关的部会单位可以去注意，其实在我们的很多的修正动议里面都有提到，检察机关于进行第三项之诉讼程序前应先取得医事鉴定报告。其实这个我当然支持，可是我只要提醒哦，我们有很多的一个配套是在于这个医事鉴定报告的公开透明性。其实很多医疗纠纷病患之所以认为他处于弱势，因为他呢没有医疗专业，是在于这整个医事鉴定报告的过程当中，这个报告的主导权完全在医界，很多民众的质疑是在这里。好，甚至医疗纠纷没有办法成立，或者是在诉讼里面他败诉的最主要原因是在于他不懂得什么叫做医事鉴定报告，那也不知道怎么去解读，那不知道怎么样去争取，或者是说去了解这个过程里面可能是对他自己比较有利的部分哦。所以呢，我是建议说当我们这个修法通过之后哦，大家如果有共识的话，那是不是对未来这个医事鉴定报告的这个过程是不是能够有一个配套的一个公开透明，甚至可以让大家我坦白讲，一般老百姓看不懂这个医学的专业名词嘛，起码那是不是有另外一套可以是让一般人看得懂可以理解的医事鉴定报告，那这样子会有效于这个医病之间的沟通，好不好？谢谢。好，谢谢这个曼丽委员跟这个周晨秀霞委员。好了，曼丽委员。好，谢谢主席。我想今天是第二次针对医疗法八十二条的党团协商嘛，而且我想今天大家都希望能够有共识了，所以我们也是尽最大的努力。事实上我们也都希望医病关系是和谐的，是有很大的信任度的。那我相信就是说我们的，因为每个人可能每个人都可能是病人了，包括医生也可能是病人，那我们就是说我们的资讯怎么样能够尽量的告诉我们的病人和家属，然后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减少一些的纠纷。那我们会看到其实我们的医界有发生的五大皆空嘛，那所以在这个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和急诊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一般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可能有一些的是劳动条件的关系，所以呢有人就会觉得是说在这个部分非常的辛苦，因为很多的工作排班啊这些压力过劳。那另外有一个部分是医疗纠纷的这个样子的情形哦。那所以有一些的医学系的学生呢，他可能就想要离开这些科别，可能也会转到这个自费医疗的美容整形的这个系统里面去哦。那这一次的修法呢，我们是朝向尽量减少医事人员的行责，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学生医学生可以走到这些的这个五大科了哈，所以我们也医疗品质才会受到一些好的对待。那另外呢，我也是担心，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说站在这个医疗受伤害的病患，是不是在这个部分他可能也没有办法保受到他的权益受损了？那我想是说，一般来说的话，如果是说还得过
还可以忍耐的话呢，一般的人我想大概也不会去走到诉讼了哈，大概就是说有一些的比较特别的状况，所以呢我想说在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就是希望就是说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呢，也能够让病人的权益受损的部分呢得到一些的照顾哈。那另外就是说我其实也看到台北市政府的这个卫生局呢，他们有统计2015年的这个医疗纠纷里面有1/3、哦、大概是1/3 的状况是属于这个就是医疗品质的争议，然后这个是属于美容医学的、哦、所以我在想说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医疗的角度修法的角度，会不会就是说大家对于故意和过失他的这个举证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哦、我们经常都在说举证的那一方是比较辛苦的，因为呢他没办法去证明，所以呢我在想说这个部分会不会有一些的这个刑事责任的困难。那当然就是说整体来说的话，我是赞同我们这一次要来把这个第82条的修法哈，这个方向是把它能够这一次希望能够处理好了哈。毕竟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我们的生病还是要有很好的医疗，那我是希望就是说可以把这个医疗争议处理的这个事件的相关的机制和这个办法希望能够赶快的提出来通过，那我们在这一个部分呢就能够让我们医病双方大家都能够产生更多的和谐关系，然后不要说好像就是说大家生病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医生可能会怎么样哈，那我想说这个应该不是有故意这样子的想法了哈，所以呢我想说在这个部分我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医生能够放心的看诊，然后让他的最好的医术能够展现在我们的医疗的品质上面。以上。好，谢谢。那我们请周成秀霞委员。啊，谢谢主席哦。关于这个医疗常规的注意义务哦，我国的法院哦都是以这个医审会或者是医疗机构的鉴定意见作为判断的依据啦哈，但是这个医疗鉴定意见呢、啊，经常发生的很多的这个意见模糊、规避重要问题，甚至是多数意见互相矛盾的这些情形啊。那医疗鉴定的意见呢、啊，它固然是可以作为判断医师行为是不是具有过失的参考啊。但是这个并不是可以这个作为全然的依据啦，这个应该是很清楚的。那法院的部分、啊、我觉得是应该、啊、要去考察一下这个该鉴定机关、啊、是他的组成人员是不是适任鉴定意见做成的这个鉴定意见做成的这个过程、啊、是不是合理，那医学分析的见解是不是合乎逻辑哦，来给予判断鉴定的意见是不是可采的啊？那另外关于医师注意义务的判断，学说跟实务上的主张哦，应该是以医学机构制定的医疗准则啊作为认定的依据啊，认为符合医疗准则的医疗行为就没有过失的责任。如果是违反医疗准则的时候，除非由医师举证证明他的行为是正当性的，否则就应该认为他是具有过失的、啊、那因为医疗准则、啊、它仅是做一般共同治疗方式的规范、啊、没有办法针对个别的案件来给予规定。医疗行为本身是一种技术，没有办法以抽象共通的医疗准则作为唯一的判断的标准。如果更列入当地的医疗水准、医疗设施、劳动条件，这样就更难判断了，会引起更多的纠纷。以上，谢谢。好，好，学次。几点跟各位委员报告哈。第一点有关于刚刚司法院提到的哈，说这个过失的部分的话，有关于生命法益的损害的这个部分的话，都没有避免的。我这边要特别再说明一下哈，在刑法里面，协助自杀本来是就是有就是说过失的部分了哈，堕胎的部分
刑法上面的堕胎罪是不处罚过失的，他胎儿也是一个生命，但是为了怕是妈妈不小心把小孩子弄堕胎了，所以故意就不去处罚他的过失，甚至于生命法益的故意在加工堕胎，也就是说协助堕胎的这个部分的话，只要符合优生保健法就可以不负刑责。协助自杀，这个是等于在刑法上面的275条，他是故意犯，但是在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之下，一定条件之下的话，去拔除他的维生设施，或者是不给他这个急救，也不会构成杀人。所以并不是说有关于生命法益的都完全不可以排除，仍然有一些是可以排除，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刚刚提到的，不管是医疗常规还是所谓的临床专业裁量等等，这些都是判断过失的基准，在过去的司法实务上面也都这些基准都有在用，但是为什么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原因就是因为不管是司法院对于每一个法官的判决并没有限制的，不能去限制他自由审判，检察官也不会说法务部可以一纸命令叫他一定要怎么样做，所以过去这些判断基准，不管在学说实务的一些统一见解都在那边，但是实际上医疗的人员在碰到个案的时候，碰到每一位司法人员还是各有不同的判断基准，所以并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然后这个有关于刚刚提到的那个第四项，其实在判断过失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客观标准，就是有没有违反医疗常规等等，这些就客观上面他做的是不是超过医界一般的人在做的事情，但是第二个就是说要以当时当地医疗水准、医疗设施、劳动条件等等这些标准叫做主观的标准，也就是我们在讲过失的时候，就应过失能过应注意能注意的那个能注意的判断标准，依照他的当时的一个环境的因素等等这些能不能注意到那样子，其实这些也都本来就是有的，但是这一个部分的话交给一审会去做鉴定是做不到的，因为一审会的委员是在卫福部里面开了一个会，这些可能都是医界的大佬或者法界的大佬在那边，他没有办法去看每一个地方的到底他的设备设施什么样，他没有办法做，所以这一个部分本来就是司法机关要去做调查的，但是过去没有做，所以变成这些通通丢到鉴定这边来，当然鉴定就不会去处理到这一块来，所以通常会被责怪说都是一些医界的大佬用医学中心的标准来看每一个个案，原因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写到这个地方的话，如果今天立法真的写进去的话，我们要怎么样确保每一个检察官每一个法官在判断的时候是根据这一个来做的，而且他自己要去做调查，这地方不是用鉴定的，鉴定违反医疗常规或者是说这个医疗裁量权是不是有超出那个范围，这个鉴定可以做，后面那个部分的话不是现在一审会的鉴定去可以来做的。那今天法务部提出来的那一个第五项，这个就有一点奇怪，也就是说检察机关在进行第三项的诉讼程序，也就是说刑事诉讼的程序之前要先取得医事鉴定报告，我不知道这个之前要前到哪个地方，这不是你们的，那我不知道这一个条文是从哪边来，因为之前没有人提出告诉，然后检察官就跑到各个医院就去调病历了吗？然后就要送鉴定了吗？这是很奇怪的一个条文了，所以这个条文大概不太可能。不过回过头来看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为什么
卫福部要提出所谓的所谓的哈，让这一个过失能够不要去负刑事责任的原因，其实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对医疗里面有一些，特别是紧急的或者是说高风险的医疗行为，如果还仍然笼罩在那个有70%的纠纷都是走刑事的话，事实上这些紧急或者是说高风险的医疗行为就没有人想要去做，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至少在这些比较处理紧急医疗业务或者是说高风险的医疗业务的，应该让他们豁免这种恐惧。这是我们的一个立场，我们思考的是这个样子。如果说不是普遍的医疗行为都可以豁免的话，我们也期待贵大院能够来支持这样子。以上。好，谢谢。我这边也有一点意见哦。第一个事情就是说，刚刚有一些委员认为我们这次的修法是在减少刑责哈，我比较认为我们这次的修法是在明定哪些状况之下是属于刑法的条件，哪些状况之下是，就是说我们其实民法的这边我们讲的损害赔偿责任的部分，其实只要是这个部分没有动，好，就维持82条的这个故意过失这边的损害赔偿责任这边都没有动，也就是民法的损害赔偿责任，医疗人员这边他还是负着，还是负了这个责任。但是为什么我们这边要做这么多的讨论，是因为希望能够把医事人员在执行他的业务的时候，到底什么状况他符合刚刚法务部所说的预备犯，预备要做一个刑事司法院所说的这些医疗人员到底什么状况之下，他所做的事情是预备要做一个刑事的案件，去做一个明确的厘清。好，第二个部分，我回应一下刚刚薛副所说的哦，其实刚刚很多的薛次所说的，刚刚很多我的委员同事也说到说，这里面今天大家的质疑是要保护弱势，我一定要强调一件事情，我以身为一个。我之前就一直在做急重难症的医师。今天这个医疗法82条，我们卡了十几年，如果未来继续卡十几年，最明确的就是他没有认识医生的朋友，认识帮他介绍什么样的医生的这群人，最弱势的那群人，他会得不到应有的紧急的急重难症的治疗，这个可能性是最高的。因为对于医疗人员来说，当他，我要说，对于一个医疗人员来讲，什么是他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他明明知道我可能有机会可以救这个病人，但是因为我怕被告，我被告怕了，我被告到我没有办法，我不敢再救了，而歇手不敢再救这个病人，那是完全违背了所有第一线受过医疗专业训练之后的医生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其实从上一次在讨论这个法条在协商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谈的，大家都晓得有些时候是以刑逼民，就是用刑法去逼医生去面对民法，或民众不晓得怎么办，所以他只好用刑法的要求去要求他得到这些处理。最后的结果就是医师最后多数脑袋如果还清楚一点的，他就会说啊，这个你这个状况你去找别人，你这个好，我你的那个情形，我刚好我要出国，我没有办法治疗你。医师到最后，所有的医师自保的结果就是用各种的理由不要处理急重难症。这个急重难症可能只有20%的机会可以完全治到好，可是他有机会可以好或复原到一个程度回来。大家都已经都知道，现在台湾包含神经外科，包含各种我们讲的紧急救治的科的医师，所非常明显的不够了，很清楚，因为留下来的那些人就是刚刚所说的刑法预备犯啊。哪一个受过专业训练要去救人的人，他愿意在这个国家里面被当成刑法预备犯？所以我还是要说，站在今天修这条法，不是说要让医生从此就没有刑责。他的民法的赔偿责任都还在，
但是什么状况之下是刑法的责任，我必须要请在场我们的委员等一下，我们还是要拉回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之下我们认为这个医师应该在这个国家负刑法的责任，但是当他不是这个条件，他不是在那种蓄意的要去害人，或他真的是非常故意的造成过失的情况之下，我们还要留着这一条，让他让越来越多的医师他退出这个救人的行列吗？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同事，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讲说这样子没有保护到病人，这样子我们现在这样修法会没有保护到病人，这样让医生都没有责任会没有保护到病人。其实以 我的立场来说，就是因为看到再这样继续下去连救人的人都跑光了，那以后的病人谁来治疗他？尤其是那种他很紧急很危急，尤其是像刚刚提到的在医疗资源不是很足的情况之下，那个医生手上的工具已经不足了，他到底还要不要救人？我们到底需不需要他救人？我还是要再强调刚刚我提醒的，我们在医疗法里面还有医师的受训的过程里面，从来都有一条是要求医师不可以见死不救。你希望他不要见死不救，可是你又说他未来可能会害你，你又觉得他其实就是蓄意要去害人。这个国家的法令，我个人觉得这样下去之后受伤的跟受损的绝对不会是这些医疗人员，因为他抽手不要做就好了。那我补充 我提供一下我的想法，就是这边提到的医疗常规跟临床专业材料能够变成医疗常规的，就是他已经经过了蛮长一段时间才会形成医疗常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医疗常规在法令上认为是去判断这个医生做的对或不对的一个非常非常先决条件的话，这个在台湾尤其我刚刚所提的特殊的疾病或特殊紧急状况的急救用医疗常规去框的时候，那大家会做得非常的保守。因为在医界的所谓医疗常规要形成常规，就是它要经过蛮长的一段时间，即使新的科技新的治疗技术已经出来好几年了，都还不可能被列入常规。我们刚刚所提的常规，它的常规大概就我的理解是常规大概有几个状况。第一个，多数的医院都这么做的，也就是说你今天非常顶级的医院，你今天非常先进的医院，非常在这个专科领域非常极端非常前进，可能全世界就是最厉害的那两三个的医生，他所做的很多事情都还没有进入，就他所带回来的新的治疗方式是没有在常规里面的。常规就是大部分的人都可以啦。那所以如果我们把常规视为是不是没有照着所谓的常规，而就把它定为它没有符合我们的这个过失的条件或刑法的条件的话，我要提醒大家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说那医师会一样，他会相对保守，而且当他手头上有全世界最先进的治疗方式的时候，他可能会不拿来用，因为他不是多数的医生会用的常规。哦，所以常规是医疗人员在做专业判断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没有错。但是如果常规直接写进去说你没有照着常规来做，那基本上我可以猜测到的，就我可以认为说在很多医学中心的顶级的大教授或者是特殊专业的技术，那个可能全台湾就那两个是全世界在这个治疗里面最顶尖的那个医疗人员，他还是会出现因为担心他做的不是所谓的常规而收手的情形。这个是我们觉得，这是我认为在治疗病人上面，我们所有的病人都希望医生尽最好的能力，尽他所有的知识去救治这个病人，但是如果以常规来规范，他可能会收手，而且这个其实会影响就是说医疗治疗的进步的可能。那临床专业材料的部分，哦，这里面因为其实它牵涉到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医审会，那医审会里面的这些专家，当然我们相信他们会穷尽他们的能力去询问在某一个专业领域里面他最广的最厉害的那一些人，但是是不是，当然这个部分我会比较保留说，好，如果临床专业材料它理论上它应该已经包含所谓常规以及它现场它能够提供的工具跟资讯以及病人的特殊情况，那
我个人比较对于常规我比较有点疑虑，我对于临床专业裁量我觉得可能性是比较高的。那最后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在就是这些判断里面，大家我还是要提醒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在修法的同事哦，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件事情都是事后诸葛的判断，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提到的这个医事人员他执行业务的时候，他所作所为是否真的就是他做的不好导致这个结果，这些东西都是事后诸葛。那我们用事后诸葛去判断这个人他在高度压力之下第一线用他手上所有的工具跟他的知识来治疗这个病人，我们事后诸葛可以到多强的程度来证明我的事后诸葛可以凌驾这个人在当时在那个压力之下所提出来的他认为最好的解方，这边我也请大家参考。我们是不是因为今天 我这边有很多的委员有在重新提出很多文字的修正，我们是不是休息15分钟，大家把文字的部分再做一些讨论，那我们15分钟之后我们继续，谢谢。
好，谢谢，我们继续开会。谢谢大家刚刚在文字上的一些修订。好，那么好，刚刚讨论的最后拟定的文字，好，医疗机构，好，最后拟定的文字哦，因为刚刚印给各位委员手上的版本之后呢，那个法务部还帮我们又提醒了几个字了哈，所以我用法务部新的最后提醒的这个文字念给大家好不好？因为它大概就是几个这个比较明确的这个字。好，那这里这张来，我们先请议事员念一下。第八十二条，医疗业务之施行，应善尽医疗上必要之注意。医疗机构或其医事人员因执行医疗业务，自身损害于病人，以故意或违反医疗上必要之注意义务，且逾越合理临床专业裁量所致医疗事故者，负损害赔偿责任。医事人员执行医疗业务致病人死伤者，以故意或违反医疗上必要之注意义务，且严重逾越合理临床专业裁量所致医疗事故者为限，负刑事责任。前二项注意义务之违反及临床专业裁量之范围，应以该医疗领域当时当地之医疗常规、医疗水准、医疗设施、劳动条件及紧急迫切等客观情况为断。宣读完毕。好，谢谢。请问在场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好，玉琴委员，听到第三项里面，那个应注意之义务啊、且明显，我听到是明显逾越合理啦，哈，严重是严重吗？严重，严重。不是，我的意思说，我刚刚在讨论的时候讨论是明显，刚刚讨论的时候是严重，严重，对对对。是严重。那我们刚讨论的时候，那个法务部有帮我们在各位手上的资料有稍微修，就是说因为它是医疗业务之施行，所以法务部帮我们改了，就是因执行医疗业务，好，就特别框限起来是很明确，它是执行医疗业务所产生的，如果是别的业务不在这里面。第一项，好，第二项，对，第二项是那个因医疗业务的因去掉，医疗机构或其医事人员因执行医疗业务，好，就是很明确框线是医疗业务自身损害等等，好，然后再来是第三项，医事人员执行医疗业务致病人死伤者，一样在那个执行跟业务中间加上医疗两个字，应该就是这两个部分。 好，谢谢。法务部还有要补充是不是？法务部、司法院有要补充？主席、各位先进、各位委员、那就刚才那个直接规定违反注意义务跟那个部分的意见已经表达过了，仍然是建议说呢，好，依照这个刑法总则的规定啊，来点出说有处罚这个过失犯的规定，然后再讨论说这个要件的部分必要的注意义务要如何来规范，这样比较符合刑法的体系啦。然后另外就这个致病人死伤的部分呢，这个部分因为看起来这个文意好像是说就病人死伤这个结果的部分是以故意或违反医疗的注意义务这个部分来负刑事责任啊。如果这个部分是讨论这个结果犯的部分，那就就结果犯的部分是这样来规范，那就尊重这个贵院委员的意见啊。不过还是要点出说刑法的体系是有这个处罚这个故意的这个未遂犯跟预备犯的这个部分啊。这样，那以上的意见供委员参考，谢谢。好，谢谢。请问在场委员还有行政单位？好，法务部。赵伟，各位委员大家好，那个有关于这份刚刚司法院的代表哈，他是有主张哈，就是说哈啊，刑法上是因为有故意过失才会负相关的刑事责任嘛哈，那这部分呢是不是说哈那个在法条上要把过失的文字哈那加进来，我想这部分也请大院哈来去斟酌。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条文上哈，因为那个我们凤和的一些的资料里面哈，我们是没有写严重，
跟劳动条件 这几个字，但是这部分呢、啊，大院的一个哈、啊、的一个我们这个尊重就对了哈、啊。这部分我们只是表达我们法务部的一些的立场，谢谢。好，谢谢法务部。在场还有其他委员或者是其他部会要表达意见吗？好，那是不是好？不是，但是过就经过没关系，但是我是要说严重跟明显还是要讲清楚一下，因为你法务部又讲 没有把严重两个字放进去嘛，因为严重其实那个定义的范畴，嘿，这个是 会不会有问题，嘿、哦、我想我们这个都是在重大过失的解释嘛，啊，就是按怎听讲吼，啊，因为司咱尊重司法院讲无重大都是这個观念嘛，所以把它形容到临床上比较合乎我们现在医疗的实况，所以你如果用严重，应该是比较跟重大过失是相似的一个用词的。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好，这边这个法务部或司法部有司法院有没有要补充这个部分？那意见这个引用先前跟刚才所提的意见啊，那还是建请啊，因为刑法真的是有规定说过失犯是必须要有特别的规定啊，所以这边可能在这个法条上面还是应该要把过失犯的这个处罚要规范进去啦、啊、那至于说这个注意义务要如何做细部的规范，还可以再做讨论、啊、那请各位做参考，谢谢。好，谢谢。哎，孔昭委员。这个条文我大概就是好像只是针对结果犯，是不是可以做个说明？到底因为这是大家都是事后诸葛啦，因为专业的判断可能要临场，就像刚我们在协商的时候特别啊，可能在临场的判断上非常重要，因为你临场就像我刚特别提到，包括警校人员也是一样，他去到现场的时候他一定要做紧急的现场的一个判断，那至于事后一定是事后诸葛嘛，啊，去看最后的一个结果论哈。那结果，那现在这个条文是一个结果换还是预备换啊？是不是能够请法务部还是司法能够解释说明一下？好，请法务部和司法部要说明一下这个部分吗？司法院。是，这边司法院做个补充的意见啊，这边完全只是就这个法条的这个规范的这个体系来做一个法律上的意见啊，其实并司法院呢对于医疗体系的这个现况的问题呢，跟医师人员的付出也都是很肯定的，这边要跟各位做个说明啊。那因为刑法的体系呢，各位如果翻阅271条以下的规定呢，就知道说呢，确实故意这个杀人的罪呢，确实是有未遂犯跟预备犯的规定，这是写在刑法里面的。所以说这边才会司法院的意见才特别说提醒说呢，是不是还是要顾及到说这个致病人死伤的部分跟刑法体系原来的这样的一个预备犯跟未遂犯的体系呢，好，还是要做一个彼此做一个这个厘清跟连结啦，这个还是要做一个提醒的动作。那请各位委员做参酌，谢谢。好，谢谢。好，玉泉委员，可不可以请问一下，在第三项里面，到底明显跟严重对于你们的这个法律用词上的差异性在哪里？没办法回答。明显，法务部或是司法院，明显跟严重这两个的程度。报告委员，因为这部分我们法务部的一些里面并没有严重，我们只是逾越嘛哈。那这部分是大院家的哈。那但严重看起来的话，给人家的感觉好像是非常非常的标准很高啦。那有一些的我们在法制上的用语，有的用明显或显然或者是显，其实是用语上可能最后的结果是一样，但只是用语上没那么的强烈。或者这部分呢，我们只是哈我们在法务部的时候是没有这两个字就对了。那就用显有，显然，他们刚刚说显然。好，在场委员觉得，如果我们把严重逾越变成显然逾越，嗨，严重改显然，显有显有含无啊，那嘛。请问一下，显然是几 percent？ 超过几分？哦，不，你若拜你遐法官，大家都回啥啥？
跟委员报告关于那个，不管是严重啦、显然、明显，其实这部分都是个抽象的概念啦。那这部分可能都是还会到一审会里面哈，由一审会去哈，就所有的相关的去判断就对了。那个卫福部，卫福部的摇手了。哎、欸，邱碧，邱碧，这个斗笠港冠的、啊，明显，明显显然严重。哎、欸、哎、欸，那个界定你都会弄足奇怪了。啊，所以你啊预约都已经算是啊嘛，对不对？所以现在要再加这两个字。预约都要甲木吼，这都严，代志都严重啊。不，啊对好，啊你，啊你，那、啊、你像你爱讲，安尼严重是甲什么程度最严重啊？一点啊，一点啊，你都要甲掉。好、哦，有当时啊，迄个这样子根本就是不确定性更大了。哦，不确定性哈，显然可以啊。我从我临床上的角度。对了啊，你你我们这听了会感觉趣味趣味啊。你也讲讲啊，显然是到什么时阵？啊，明显是到什么时阵？啊，你严重是要到什么时阵？请教法务啊，显然、明显、严重，系啊，你叫你叫分清楚啊，系啊。伫恁的法官的判断吼，恁会感觉有啥差别嘛？咱那是合理嘛？合理，咱起码得咱整个观念的医疗行者要合理化，所以做啥物代志拢要合理一下，安尼吼。你看用对一个名词比较着较合理嘛？好，请法务部跟司法部都回答一下，显然跟严重在你们的处置上会不会有什么困难？好吧？我们以前就叫做重大过失啊，就是因为司法院不能接受，我们才不回报啊，不得重大过失。那个，较早恁建国的用的那嘛是重大过失啊，起码是啊都袂当用咱。那就是要重大过失描述跟合乎现况嘛。哎呀，你哪个不接重大过失的观念？那改这个干什么？来，你们要不要说明一下？那个司法院做个补充啦，因为司法院是司法行政机关啊，在个案中都是尊重这个个案法官的这个个案认定的职权啊，但是可以提供这个这个实务上有一个判决是有提到说，好，这医疗领域有这个有一个裁量的余地啦，好，是实务上是有这样的一个判决，所以在实务上医生来由这个法官来就这样的一个医疗部分的一个裁量来做一个认定哦，可能在实务上还是这个可能要尊重实务的操作啦。那谢谢各位。好，谢谢啊，法务部。再跟委员补充报告，在我们法律上哈，大概相关的一些的条文哈，我们是没有看到严重这两个字了哈，刑法上哈，但是里面呢，我们有看到有些显不相的有显的这个用语了。那至于，但是我们法务部是主张是我们的版本里面是没有这两个字了。好，那至于说要不要去加，要签文字的大院的一个裁量的一个范围哈，我想这部分我们都尊重。所以、法务部跟司法院你们其实在你们来讲起来就是说以前你们用的字没有用过严重，但是你们会用显然，是这个意思吗？判决里面是只有写这个裁量的余地啦，类似这样的，只能提供这个判决的这个见解。谢谢各位。跟赵伟报告，我们在刑法的法制上用语哈，在刑法第341条跟344条哈，里面哈那个有就这个包括重利罪哈，承他人之急迫轻率无经验或难以求助之处境，带金钱或其他物品而取得与原本显不相当之重利者哈，那怎么有个显？那在341条哈，那个就辨别事理的能力哈，显有不足哈，是有这样的。显的法制上用语是显的、啊、至于说严重我们是没有看过，但是在构成要件没有看过哈，但是我们法务部还是跟大家报告，这部分我们是尊重大院的一个哈的一个。显然跟重大也是一样，我们这个就是要帮重大过失，大家所共识的重大过失，好、哦，过去长久以来，那因为法界认为没有刑法没有重大嘛，没有过失，没有什么重大嘛。这就是要等同，咱来研究，恁头壳较好啊，恁研究看有啥物等同是重大过失的一个用词嘛？
有没有什么比较相似的吗？来，那个这样好不好？因为其实刚刚我们也提到，我们今天修这个法，事实上是希望在第一线的专业人员，他正在面对医疗处置，判断他要做哪些医疗处置的时候，不要被他不清楚他会不会最后，因为他在做医疗处置，他善尽他的注意义务，好，而被八十二条就是以刑法来论处，好，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拉回来是说这个显然逾越或者是严重逾越这个部分哦，在第一线处理人员，因为伊爱怎样，那安尼讲，这个法当然是等下甲法院、甲检察官有处理嘛，啊，第一线的人有处理嘛，第一线的人伊会想讲，伊若了解医疗法八十二条，伊就会想讲啊，我有没有是严重逾越还是显然逾越嘛？好，那如果这样子的，就是说，为了不要让我们在这个立这个法，是希望第一线的医疗人员他在判断他在决策要不要去提供这个紧急或者是重大的医疗处置的过程里面，不要因为考虑到八十二条可的这个刑事责任的东西，让他我们其实就是希望让大家不要因为害怕可能会去安怎啊，昨天不敢救啦，好，那所以是不是如果他是变成显然逾越，好，也如果这个名词可以让第一线的医疗人员觉得不用紧张不用害怕，他觉得显然就明显的超过啊。如果这样的名词是可以让这个受到医疗法八十二条所规范的这些医师人员可以明显的知道我这样做没有显然逾越，会不会比较安心一点？邱碧外艺术系安内，嘿，明显呐，你就明显的敲鬼安内嘛，嘿。不然我是觉得应该跟重大一样嘛，法界人士都不爱跟他讲这话嘛，唔代表引你知道，好、哦。咱就是要重大过失啊！这即马显然，我是听讲他都正义走的讲啊真清楚啊。咱即马就是要第一线的医生敢去救命嘛！啊，你定的出来嘛是无得讲，和这个有这个吼，肯去救命，啊，你定这套啥物意思嘛？咱是咱无需要为着这个名词怎么样的，迄个咱是讲和一个合理，有没有那种比较中间一点的啦？吼，严重也许你感觉讲哦，爱个做严重是民众的顺利。你要了解这救命是救民众的命啦！我讲，什么人？你们在这谁比医师更懂得民众的需要？我们是天天抱着民众在照顾他，对不对？不要跟我讲说谁比较懂民众，代表民众。我跟你讲，医师就是代表民众了，其他不要在那个吼，有诶，作些人拢伊是代表民众，我这无讲未使，这有滴录音吼。很多很多自以为自己代表民众的，去看病都是特权看病了。这个给台湾的人知道，真正那些无依无靠、很弱势的工人，什么他有办法吗？我们在救这些人的命啊！农业县里面那个工业最多啊，所以咱是要靠救命啊！这你还讲，那你这个如果你帮越多，是你造功德越多，是你救命越多啦。所以你无听喊这个，到尾佫赶快拢无要做。你看迄个部长都含我讲话啊，伊咧伫遐，人因爸是。台大法学教授呢，起码市面江湖上的名法律名师都是他爸爸的徒弟呢，对不对？但是伊嘛是会当大家啊社会还未进步，迄个阶段伊嘛认了啦。但是你袂当讲定出来拢总无进步，搞什么嘛？对不？啊，这样花了那么多时间干什么？啊，你显然我不晓得啦。啊，法务部司法院也不跟我回答，显然跟重大有没有相似，在你们的判定里面。但咱用以前讲闲聊先，啊，社会的变化，社会的进步，啊，咱干免大家来甲进步一下，啊，一定要顾着于过去有的例子哦，啊，那么怕丢官吗？对不对？我们就是要看民众的需要，我们要进步，国家要进步，要前瞻。你只要跟我讲说有重大过失，大家拢共识嘛，啊，结果出来，大家显然哇，他显然差吧，但是我会怕呢。我照顾过10000个以上的末期病人、安宁病房的人，迄个真正要甲狗狗，甲我即嘛毋知几万单的，人即嘛是家属跪咧，甲伊道谢。哎，偌济医院采样、三专的采样钱呢？对不？迄啲呼吸在艰苦的时阵，要末期呼吸艰苦的时阵，嘛会用的。我讲迄个违反常规啦。但是我用料足专业，好、哦、用料不但没有缩短他的生命，还延长他的生命。啊，我若安尼，我嘛去过较走无路。
对吧？我想举个例子而已啊，你让医疗，你们是要让医疗进步还是退步？哦，你们要让民众的命救得起来吗？所以我感觉讲，只要一两什么两句话、三句话，那个有什么意义？最重要是核心精神。哦，你甲讲，你甲讲这一夜合理，你嘛只要有一个程度嘛。你讲叫我一夜一分，你就要甲用刑责或要罚，安尼它有啥物意思？啊，我唔知显然是规我伫写论文吼，那 remarkable 显然是爱六十分以上啦。哦，就讲 remarkable 吼，这叫显然嘛。啊，那 severe 可能是被告十分嘛。啊，我看恁面啊，我看恁迄个法制，恁的判定啊是唔知安怎判定嘛。啊，你都观点就是讲，你予这个做法如何是救民众的命啦，唔是你帮医师脱罪啦，得清楚一点啦。报告完毕。好，谢谢邱平。好来，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意见？好来，马给您。这跟那各位委员报告啊，那我们去 Google 相关的一个资料，显然哈，就是显就是露在外面，很容易看得出来哈，就是很明显的意思。不是叫你去查国语日报字典呐、啊，是说你们在法界里面，你们所以这部分哈、啊，就是都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啊，那个不管严重也好。显然也好，或显哈，我想就明显了，都是一些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了，必须在个案的一个实践上哈，要去判断。因为这部分呢，不是我们那个提出的文字哈，这部分我们尊重哈，大院的一个哈的一个讨论。很有趣，你们这里都可以不确定，可是医疗的人每件事情都要跟你们确定哎。检判的很确定啊，怎么现在是没确定？哦，在用条文条条是。要把医师关进去的牢笼里面呢，条条都很清楚啊，怎么会现在名词不确定？不，我请教一下，显然跟明显有啥无共？你感觉的？嘿，这两个差不多吧？差不多嘛，哈，嘿，因为我们不是文学院的，我不知道的哈。那啊，严重跟显然差偌济？会不会影响你们在判断？这是 dominate 加 severe 啊？严重是程度上、轻重上的一个区别，那显然是明显看得出来。所以这部分在法律上的用语上，哈，这些程度上，哈，或者是我想这很难去类比，哈，说一定是哪一个是怎么样，因为这真的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可能司法院的代表，哈，他们这个对这个会比较研究的。好，那司法院回答一下。如同刚才跟各位先进所提的报告啦，因为查遍了这个各级法院的这个判决里面，这个跟医疗有关的这个相关的用语呢，有这个医疗常规啦，也有裁量，也有医疗水准，也有医疗设备，也有紧急，这些用语都有，可见我们这个实务上这个法官在运作上呢，其实都已经纳入了这个对于医界的相当一定程度的一个尊重的一个认定啊。那是不是也可以尊重这个法官在个案当中的一个认定的权利啊？那谢谢各位啊。啊，所以才问你们说，你们在显严重跟显然，会不会影响到你们所用的？你们在专业在。主席，刚刚其实我听法务部在讲这个法律条文里面显逾越或是显有逾越是这两个用词就明显，但是当然邱委员很在乎的是严重，可是严重确实没有法律，比较在法律用语上没有用在。下去就是中华文化啦。好，来，我讲一下好不好？他哭过了嘛，去哭过了吼。刑事诉讼法第380条，除了前条情形外，诉讼程序虽系违背法令而显然于判决无影响者，不得为上诉之理由。哦，就是显然了吼。好，过来，严重在刑法里面也有称重伤者为下列伤害：一、毁败或严重减损一目或二目之视能；二、毁败或严重减损一耳或二耳之听能，哒哒哒吼。所以我是跟你讲说，在刑法里面还是有用显然跟严重的用词。那现在如果邱P问你们，你们应该很清楚的表达说，到底是在这个逾越合理，其实意思是已经讲得很周全的了，就是说逾越合理，
连合理都写上去了哈。那前面这两个字应该怎样是让你们未来依据，在整个审理法案的过程里面，审理这个案件的过程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的拿捏啦，应该是这样。那我觉得法务部应该明确说明清楚。你的酷狗跟我的酷狗应该同经嘛？所以正狗他读册读较侪款呢？不是啦，我是也要酷狗，伊嘛要酷狗，但是酷狗跟我酷狗可能应该同的嘛？恁酷狗嘛吼 ？G O O L E。无你的酷狗跟我酷狗跟我落差我都唔知道，这都生活丢。好、哦，我想邱委员要了解是这个样子的，他就是不希望医师在这个过程里面还会有担忧嘛。那他刚才就跟你讲说，如果明显就是60%嘛，啊严重你也当升到几%，这大家讲个清楚啊。啊，咱看那肯无紧啦。好，缺次。那这样的哈，跟各位人报告哈，我想是这样子的。如果严重哈这一个字放进去的话哈，那可能到后来，其实刚那个刘委员提到，会变成是。看结果是不是严重、哦、很可能到后来会跑到这样、啊、人死去就比较严重、哦、变成是这个样子，这是会有这种担心。但事实上严重违反应该只说行为的可责难性是比较严重，然后你接着人神共愤达、哦、到那种程度才叫严重。但是这一个标准很难去拉啦，就什么样的行为那会变成搞不好到时候是根据社会舆论在做判决，好像啊前夫所指那个就叫做严重啊，如果大家没有注意的话就不严重，这是一个担心的了哈。就如果写的是严重，那显然还是明显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导到后来，因为这边讲的是显然逾越临床灾那专业裁量范围，那有没有逾越临床专业的裁量范围？事实上，一定是跑到鉴定来，哦，由这个鉴定去看。那鉴定的委员或者说这些从事鉴定的这些专家来讲，他不会去判别什么叫明显然不显然，明显不明显。因为对他来讲就是有没有逾越而已、哦、他没有办法去，所以除非是由法官或检察官亲自去看说啊你这很明显的就是不应该这样做、哦、就我所办的医生还是说我所了解的，以一般人来看就是这一个行为就是不会有人这样做的，那再这样子去写这个显然才有它的意义。但是如果这个一定要到鉴定去的话，写这个显然或者明显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专业的鉴定的话就是有还是没有，有没有逾越或者没有逾越而已啦。所以大概我稍微做这样子一点补充啦。显然是有一点点双方面都注意到的啦，因为其实就是、啊、我也不反对了。对啦，就是那个显然其实还是回归到最终司法院，就是说司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他来判断是不是显然就明显的敲鬼啊那啦，好不好？那这样子是不是我们在场委员我们在这个第三项的文字里面这个逾越合理临床专业裁量的前面我们那个严重改成显然。好。看就知影，真超过安尼啦。好，我当时台语较好讲吼。好。对，对对，合理已经放进去。好。对。好。对。好。好，谢谢。那这样是不是我们就以修正后的文字通过？好。那报告委员会哦，还是。我要讲，对，嘿，好，报告委员会，我们医疗法82条以修正后文字通过，送院会二读，好，好，那另外呢，在委员吴玉琴等四人所提附带决议两案，一并通过，这个修正通过送院会，好，谢谢，好，谢谢，我们会议结束，谢谢。坐下来，谢谢，辛苦了。
嘉伟，没了没了，嘉伟，没了，是以这个这张最后这一个这个版本再修正通过。对，最后再修正通过，对啊，文字再修正通过啊。啊，这个叫最后版本嘛，你跟我清楚，这个叫什么？我们以修正综合大家最后的文对的版本，综合版本修正后文字修正后通过。好。